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10月23日，来玩这一款《卡尔战记》。这是一款美少女二次元卡牌策略游戏，于10月21日上午10点开启安卓测试，测试时间至10月27日。庆典签到会赠送五星藤原绫子、许若元。游戏故事发生在未来科技世界，外星病毒 Reaper 降临是人世。少数被感染的人类引发了基因突变，无意中觉醒了基因能力，建立了人类最后的防线伊甸要塞。游戏的玩法是常见的放置类型手游，可上阵6位角色进行 Q 猛大头娃娃战斗，阵营分为4+2的6大阵营克制。角色的 Life 2D 相当精美，颇具特色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好，来吧，塔尔战记，这个是账号吗？这个嘞，公告吗？10月22号，跟我现在没关系，我现在时间是10月23。好，应该是在测试啦，测试服。忤逆天空的鸟。哎呦。被天空。讲中文哦，好吧。折去了翅膀。好，这是入服游戏啦，入服游戏。档案的话。恶之花。好像不到一局啦。可能700-800MB 吧。被支配的躯壳。那测试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来看一下哦。划破天际的光。测试时间21号开始测试。有灰烬重生的希望。好，不知道，没看到。正在进入着陆轨道，全舰做好冲击准备。好，制震枪源。开启。卷舌鹰，哎呀呀，可爱的小老虎睡醒了呢。科拉团长，不小心睡过头了，真是抱歉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们又是队长吧？我们每次都是扮演队长啊，指挥官啊。战斗，心里这样呼喊着。只要一直战斗，人类就会自由。哇，这个全套加旗袍，白旗袍，然后有点。队长。中国风这样是不是一点点？我觉得 Life 2D 画的还不错啊。你渴啦？结果立位看完之后，竟然是这一种超大头娃娃的 Q 版战斗，也行啦，也行啊。哎、欸，这个难得胸部开这么大、欸，因为这是大陆手游啊。那胸部开这么大，过得了版号吗？他们太保守了，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啊。我们要夺回要塞夺回小队、哦，我们是一个要塞夺回小队。它是有动画、哦，有特效，然后有立绘跑出来这样 ，Life 2D 跑出来这样，看起来是科幻吧？科幻末世这样，有没有到末世？应该有吧？就科幻未来科幻。然后这些少女都是拿枪械吧？对，都是拿枪械。测试啊，不一定会有语音，所以这边就没有语音了。然后这可以加速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可以加速，可能可以跳过。这可能是阵营 buff 或属性克制。作战，要员应该是指我们这些少女吧？行动，智脑要塞，船舰应该是守夜。好，放置挂机卡牌，只是例会还不错，邦华。这就有点那个中国风嘛，那种旗袍，然后有个包包头这样，但它是马尾啊，双马尾。好，有个猫耳，紧身衣，然后西上袜。哦，怎么都西上袜？西上袜是重点哦。这个是我们的智脑吧？他说是引导者吧？是不是？好，输入 ID。
我看了一下那个《好游快报》预约中，可能之前有测试过吧。然后这是九游版本，哦，这边有一个小恐龙。哈姆队长，我们果然是队长指挥官。好，立刻出发。然后编队，这么多位置可以放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二四五个哦，是不是初级？他的引导很好玩的，一个人物在那边用手指在那边比。好，我们开始这个拳击手全套，但他只有一只手，好奇怪哦，有的会用两只手啊。然后它是白虎吧，有一个虎老虎造型，有没有？它的拳套也是个老虎造型，然后这感觉像是一个女巫造型，有没有？它的那个扫把的武器，马姬护盾嘲讽，结果它是肉盾哦。反正肉盾嘛，然后刚刚那个可能是输出，这只可能是输出吧，芳华。芳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芳华补习班怎么那么巧啊？不过"方"是方方正正的"方"啊，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那个小朋友圈补习的，好可怜哦，小学生、国中生都在那边补习。我看那个路过的时候，每次都看到一堆学生。现在虽然是少子化哦，但是还是竞争很激烈。那个我们补教业还没有被干掉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中国已经没有补教业，它掉点这里哦。有够不明显的这个人物，然后有个手指指这里。你们能想象那个我们突然有一天补习班全部被封锁吗？然后那些老师都立刻失业，说失业就失业，说关就关，好惨哦！线上教程啊，什么职业教培啊，什么教程行业全部都没了。以前我还会上网找一些网络的一些那个教程吧，影片教学，不管是英文啊、日文啊，或是一些你自己工作上需要的，比如说网络方面的，或是写程式方面的，我都是去那个大陆的那些线上教学找，以前都找得到，都可以免费看，这样懂吗？以后都没有那些资源。就是说，对于一些如果你没有钱的一些偏乡的小孩啊，或者是家里比较不富裕，他们有钱人还是可以补习嘛，一定是找家教啦，一对一教学啊，可能用别的名义吧，可能别人说啊，你来我们家打工啊，或是当管家啊，或是打扫啊，或是女佣啊，佣人啊，不要说女友，就佣人嘛。但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来教学的，来当家教的啦。但是以后都没有了，我是说一般人就没办法，就是很难翻身。穷苦家的小孩就很难翻身，就学不到那些东西。台湾没有啦，我就是讲大陆啊。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去找那些资源嘛，什么新东方啊，对不对？新东方大家听过吧？已经下市了吧，股价已经下市了吧，腰斩腰斩腰斩下市了，好几个那个线上教学吧，以前啊以前我都会去找来看，学一些程式设计啊，也有嘛。好，这边阵营客制，图滤，哎，这个太复杂了啦，这个它自创名词太复杂了，然后图形也很复杂，没有颜色。它应该用一个颜色吧，你比如说光暗啊、黄紫啊，然后这个红绿蓝啊、红绿啊，没有颜色，我哪受得了啊？谁记得住啊？名词太复杂了。好，战斗画面大概就三分之一啦，这一段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就这样，我就吃这一块而已。然后大概可以放5只吧。以前就会去学啊，看你要学什么。毕竟你真的要去补习的话，很贵，都要好几万。
现在的补习班，如果你已经不是学生的话，就是要补那个吧，国考吧，公务人员吧。考公务人员那个也要花好几万吧，考不好都要花五六万、七八万，不知道。然后每一年每一年都不一样嘛，你也不可能一直看旧的啊，因为它会有一直改题目啊，改法规啊，改规则，改一些东西啊。每年考的东西会不太一样。十、十一、八八、初级，算可爱吧，但是不够色，色色的色，色是那个眼睛很色的色，就是眼睛太色了，要揉一下眼睛，是不是？然后语音的话没有听到，连中文都没有了，现在没有啊，毕竟在测试嘛，我不知道测试到什么时候啦，要查一下，看九游一下有没有什么公告啊，刚看了几个公告好像没看到，要再看一下。我有一阵子没有玩这种放置卡牌了，意识上阵。什么叫意识上阵？因为这种游戏很多啊，这种类型的超多嘛，最近比较少玩，现在都最近我玩的都是一些比较正统的美少女卡牌，横版的，但是都只有试玩而已，有几款真的想玩，但是没有时间，因为我觉得玩专心玩一款游戏，没有流量的话，你会很伤心啊，每天玩，然后你认真玩，认真玩，认真讲。也不能说什么认不认真啊，就是你这玩嘛，就是都没什么流量，你就会很失望，就没有动力。这个做影片是这样，你要有一个动力，你要么就是你超想玩，要么就是很有流量，你就会有动力做下去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加入 YouTube 的一个时机，已经过了。我觉得从两三年前那个疫情爆发之后就已经不好了，就我对我来说啦，我就已经不好了。尤其是疫情，可能一堆人加入吧，一堆人加入就那个饼就是这样嘛。那大家都来做，他看过别人就不会想要再看你的啊，或者他看过你的，他觉得一样嘛，就不去看别人的。就分食掉了，市场就分食掉了。我实在是不能想象没有补习班的世界是怎样啊。好，这是那个试任务，然后解锁神器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声一点，怎么突然没什么声音啊？补习班这种东西，一般人都是从小补到大吧。从国小就开始补了，以前我们都是家教吧，类似不是家教，就是类似小学老师都兼差啊。你知道什么叫兼差吗？他学校赚一份薪水，然后再直接把班上的同学分成两班，就变成 A、B 班，135、246。就放学之后再去他们家补习这样，然后他再讲一些学校没教的东西给你，然后他考试又考他没教的，班上没教的，你说过不过分？我觉得蛮过分的啊。那没有去补习的人，就是班上比较弱势的，就家里没钱啊，或者是他没钱补习，然后他回家可能又不能专心读书，他又要帮忙家里工作干嘛的，对对，然后他们功课就不好，然后老师就会在班上说，在补习班的时候就说，你看他们都不来补习啊，所以他们不会啊，啊不就是你没教吗？然后要员，大概是这样啦，那是已经很久以前了，现在不行了啦，现在学校老师不可以在外面。不可在外面那个兼差啊，你不可去补习班兼差，或者是自己开那个家教班，好像会被惩罚吧，反正就不行啊，有规定应该是不行，因为他真的很有问题，
但是我觉得学校老师跟那个补习班应该都，补习班老师应该都有一些挂钩吧，就是可以介绍学生啊或干嘛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乱猜的。哎，有个 roguelike 哦，然后蹦蹦蹦，这是什么玩法？然后比如说那个考试的考卷啊，要猜题呀、啊，你怎么猜题？对，我认识啊，直接去要题目就好了。对对，就是看题目。然后我国中的时候，国中的时候去那个补那个数理的时候，我刚讲完国小了嘛，国中去补那个数理的时候，是学校的高中老师啊，他躲到他不教高中，他改来教国中，就是他在学校是高中老师，数学老师，然后那个他外面就教那个国中的，就这样比较不会被人家抓包，是不是？反正我后来那个可能到高中就没有了，高中就已经不行这样做了，因为随着那个法律一直新的规定出来嘛，这个好像是挂机耶，只是会有一个 buff 是不是啊？这好像是挂机是不是啊？这个我感觉这好像是挂机耶，对啊，那好像是挂机，只是会有一个 roguelike 的那个东西让你选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。好，我们把界面看看吧。好，有聊天室，然后公告，看一下吧。开服1到7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他没有说测试到什么时候欸，搞不好就是这样吧，是不是？开服就开服了，他都没讲，没写清楚，这个签到吧。好，日常任务。日常周常成就，然后这个是好友吧？是不是？果然，音乐比较小声啊，我们大声一点。然后主线任务在这里，然后有那个，有那个神器任务，我刚好有看到神器任务在哪边啊？反正有神器任务，不知道藏在哪里。这个应该是换看板娘吧？哦，你看。其实这个大陆手游，他们现在二次元美少女的立绘都做得很好，就那个技术很到位啊。这个还不能移动，有的可以移动，然后放大缩小摆位置，这个好像不行。然后这边有编队，我现在四只吧，然后有编队一二三四。OK，科幻类型的吼，然后。这边是主线吧？哦，主线我应该在这里。那你要按作战，作战就可以打了。我们先不作战吧，意识上传是不是这个啊？解锁下一章，这个怎么有点像那个钢弹的那个机器人啊？绿色的那一只叫什么？吉翁君的什么魔啊？不晓得，有点忘了。我有钢弹，但是我的钢弹是那个原主钢弹，最原主的。好，这边有其他副本玩法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优点就是角色立绘不错啦，这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啦。其他玩法就中规中矩嘛。那有这个萝莉的哦，萝莉的。各种形象啊，御姐啊，萝莉啊，猫耳哦，猫耳，胸部好像比较大，就那两只是不是？哦，这边还有这种有点类似修女的双枪修女的修女造型，好像还蛮多的哦。还有这种日系那种拿弓的日本的那个女巫，然后女仆。就是你想得到那些造型，这边都有了。然后是那种未来科幻感，这有的不会动哦，因为可能是它是一般例会而已，可能是它是一般角色。你看这个是蓝卡嘛，紫卡应该会动了吧？紫卡也没动啊，所以会动的是橙卡咯，橙卡会动啊。哇，这好像恶魔、魅魔，有蛇诶，紫月。
欸，说实在，他这个设计真的不错啊，这些角色这些例会，我是觉得不错。OK，可以滑动了，我就不用跳出去了，稍微看一下吧。往右，往右。我这有的是那一种神官呐，啊，还有这天使造型哦，还有这个有点像那个，魔女造型。哇，这是双子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玩到这边喽。台服会不会出啊？我觉得有机会吧，这种游戏有机会啊，但是可能就是会上架这样，也不知道谁代理，可能也不会代理吧。他们就是发现大陆上不了架，就跑来 Google Play 上架。以前的大陆手游是 Play 商店玩得到嘛，后来全部退出。那就先这样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